哈，走你老舅。哎，啪叽，哈，哈，真的，真的，那个难受的，哎呦。哎呀，白把自己臭了半天了吧？节目组白把自己臭了半天了吧？我觉得好歹我们尝一个，尝一个试试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给老舅，拿三个吃过的人，没吃过的人得不不不，没吃过人得尝一尝。不，我跟你说，你尝一尝，我绝对得吐。你没事，吐就吐了，没事。我吐了不行，我吐就吐了。你说的可真是人话呀！你吐就吐了，没事儿。你试试，你尝尝。你先吃，然后我们拿三个来。哎，行，那就三个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你还不如直接让我吃。这我肯定马上就得吐。你吃过吗？真假的？跟我走。我不，我刚才不进那屋了吗？我天！谁在里边干啥了？我一下就。不一定，没准好吃呢。真的没准好吃，尝一尝。不是，你俩要既然这么大胆，录了三季了，啥事儿也都干过了，你俩就当着我面给我表演一下，怎么就把这东西咽进去的？我觉得就一个，搁一个，完了以后咱们仨投，分别投，他就不吃，来吧，乌就吃，来吧。你们俩还反复的闻，你闻一下，先不让你吃，闻一下。你都没闻着，我看见它的颜色我就想吐。你闻一下，没事儿。正常饺子色吗？你试试。我吐了，你俩收拾。行，没问题。哎呦，你俩咋啥都行啊？人家节目组都放过咱了，你俩何必呢？那咱还是和人干吧，就是谁污谁吃一个，怎么样？行，那你先来吧，老舅。你试试嘛，老舅肯定吃了这个。哎呀！来吧，吃吧，老舅，给你投蒜，捏着鼻子，哎，蒜没准能马上盖过。哎呦我的天呀，这咋吃？你俩来，你俩先投了，别在这光看笑话来。来个哈啊！要死就一起死吧。行，你也陪着吧。看着啊，万一呢？我跟你说，什么叫难为别人就是难为自己？没吃过人得尝一尝，试试试。你闻一下就行，你闻一下没事。人家讲一些社会规则，知道吧？赢都赢了，没事，做什么游戏呢？咱们这。来吧，咱们就是一块一二三。越凉越不好吃啊！对，越凉就得热的吃。我真的不敢吃我。那你们给你打个样，你打个样吧，打个样。哪个馅儿少？那这个馅儿少点。